哦，所以乙跟丁在砍工都可以用哦，哦，所以就算没用害，我们可以用乙跟丁去处理，哦，啊，当然有害拉进来更好了，好，那意识系统其实是行为风水的一部分，有意识的布局，能量才大。什么叫有意识的？就是我知道我放这乙丁是要解生门门破，这叫有意识的。那我知道学理就是有意识的。哦，那可是你跟问策者的时候，他不知道生门门破啊，没关系，你跟他讲说，我在这个宫位放这些东，在这个位置，在北方放这些东西，就是要解决你的问题，这就让他激起。意识入这个局，他力量就有，那由他来放的力量会大于我们。那风水调理这个其实就放东西，哎，乙丁亥，我们可以换成东西什么？乙最常就葫芦啦，那丁哦，灯啊，最简单的哦，也可以用什么？对，还有那个什么灯台，哦。油灯，啊，漂亮的铁钉也可以，像这个铁钉最常用于增寿，那也算钉，哦，但是那要注意，那要注意，大头钉、土钉，但是你要注意布局那个，你要做好妥善的处理，妥善处理是可惜，就是你放在那边，你不要这样。闪闪的，要掉了，结果布局你不小心踩到脚，你说破功哦，所以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一根木，就钉了什么，钉木工的那个钉子有稍微长一点点，也不会太短，然后又不会随意滚动。哦，那你不用，我有一个案例是这样，他还刻意去找稍微大一点，然后他还去买金色的喷漆。喷的金金的这样金色的，然后为什么金生？如果砍工哦，他不是在砍工，他因为在金的工位，所以他就喷的金金的，因为钱工，钱工，那你用支数要用几支？砍工一四七嘛，我们可以用一支，一支你就不要用太小支了啊，但是一支我会觉得太小太少，所以你可以用。四只、七只，哦，这样会比较啊，但是也不用太多了。哇，那就我要10只、40只，不用，你就可以放着。那你放着，你就是要简单的，就是用个，我比较不建议说用，夹链袋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夹起来，让它冒出头，因为你要的，就有的人会有夹起来就有封印的那种感觉，哦，比较不喜欢。那你冒出头其实无所谓。那我常用的就是你用那个锦囊哦，又不一样，感觉又不一样哦。那但是钉子的那头还是要冒出来，不要尖的冒出来哦，尖的冒出来怕自己受伤用那个头冒出来。那再来就用什么？用那个简单的绳子，红色的绳子，棉绳，打个蝴蝶结，我这样放着，我就三根四啊，就例如说四根，我就绑着这样子，它就不会随意乱滚。哦，就放着，又底下又用块简单的布，或者是简单的一个器皿，让它让布局的东西跟桌子或外面有不同的空间，哦，这样感觉有一些隔阂，有一些结界，哦，就不用让人家觉得，那个钉子放在这一把，有的好心人、善心人士乱丢不好，我帮你收走，你局就破了。我这样也不好，但是你只要有个东西装起来，尤其是用那个有宗教色彩的布放着，再放在上面，很多人都不敢乱动，因为那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铁钉，哦，是有神力的铁钉，哦，其实就是一般的铁钉而已啊，哦，OK，就这种操作方式，会比较好啊。乙钉啊，在以前的古奇门的用法，钉是什么？钉是剑。
哦，之间，但是你部件那个不太方便了。对啊，一把剑放在那边，大大小小不一样，而且有的剑看到有人会觉得新奇好玩，就拿起来拔起来弄一弄，哎，这样就其实不好。我像我家一把剑，我都要拿去藏，为什么？那个，哎，小孩子会拿起来乱挥。哦，我不是怕他，我不是不想让他玩，是怕他受伤。要不然我那个62寸的电视给我砸一下，我就昏倒。哦，我的心就受伤了。可以，但是那个就是变成说，你那布局你要钉在那里，你就必须要就要稍微。除了食物之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因为高脚杯也是钉，哦，高脚杯，但是威士忌那种杯子就不是钉了哦，哦，你要那个高脚杯那才算哦，红酒杯那种可以算钉，哦，还有铃铛，哦，铃铛也是钉，哦，那你可以用有的比较讲究，你可以用虎头铃，哦，虎头铃或者是牛铃，大的那个牛铃，牛铜铃，哦，或者是这个案例我有用到，有人用到什么？瑞士的牛铃有没有？因为瑞士他们那个来讲，他们是幸运物哦。那个牛铃哦，它呢其实那就跟我们乙就是九天玄女的葫芦，丁就是他的法剑，丙就是他的光芒，就是那镜子，哦，类似那个什么那个拜道斗灯里面那个镜子有没有？哦，那个太阳代表太阳，哦，对，代表光，对，啊，所以丁其实是那个九天玄女的剑。剑，九天玄女拿葫芦拿剑啊，有的当然他会用成那个浮尘了、啊、哦，造型很多了哦，对啊，他、啊、有的会雕成是人身，但是也会雕成是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鸟形的哦，比较符合《山海经》上面的神的那个图腾的概念，因为现在多拟人化有的。神尊雕的，其实你底下没写字，有时候你真的不容易看得出来，哦，除非他把他的特色展现出来，哦，你才会比较清楚。OK，好，那空就是我们有本宫冲跟对宫冲嘛，它其实就用本宫的方式，然后的方式是最简单的。哦，例如说艮宫冲用丑未放养就好所以回到我们那个。用软体，没有，这个是艮宫嘛，所以他用一个未，为了解艮宫的木空，哦，就因为这是艮宫，有没有？这样，就所以用那个解四爱的懒人包，其实就包含了所有的要处理的东西，只是你要用以这个宫位来讲，我们建议。他在坎宫就放乙丁四害这四个字，如果可以用红色的纸更好。那这种最简单用什么？用红包袋裁切成正方形，就上面写这四个字，布局就好了。哦，那贴在布局位置要在他家的北方，因为坎宫属北嘛。我们等一下会把布局全部再完整叙述一次哦。我们继续往下去看。好，这是化解的方式嘛？哦，好，那另外
就是比较让大家觉得每个人接受的程度比较不一样哦，就是符咒系统哦，符咒系统哦，那符咒系统可以把刚刚的那个乙丁。我习惯了，就是做我个人的哦，就乙丁我会写成亥巳，哦，亥跟巳或者是亲分开写，不要写成亥在一起哦。啊，这个巳亥听起来就哦就别扭哦。哎呀，哦，对呀，这个也是啊，哦，而且但是四害，那你就要解四害，你要弄念其他四害，我就不太讨喜，哦，啊，当然就把它分开写一下哦，分开写一下哦，这样子都可以。排列组合位置不一定要按照软体上面的，但是这几个字都要有，哦，那你甚至你要写成这样。多写几个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你乙写四个，丁写四个，巳写一个，亥写一个，那也可以。或者是你根本没有用到巳，根本就不想要用巳，因为巳是什么相？蛇的相哦，不喜欢哦，那我就不要巳，我就用亥就好了。哦，亥是要走解什么？因为生在哪里？生在寅嘛，寅亥合，啊，巳在哪里？在申嘛，巳申合嘛，哦，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用乙丁可以解就好了。OK，好，这是我个人的纠结点了哦。好，那符咒的部分，你就把这些字啊。全部换成那个符的架构，所以你可以中间这边就是。这个是基本架构，符最基本的架构，哦，这个代表的三清也代表三台，哦，每个法门不一样。那敕令，哦，这当然没什么问题嘛，因为这敕令。那这个有分一个，有分两，没有两个，有分一个，有三个，有5个的。然后我习惯用三个，哦，那个什么，那个软体上用一个，不是他错哦，拿错哦。那底下用钢，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哦，其他的辅导那无所谓，因为用钢是最简单的，用这个钢器的钢，这最简单的。好，那中间你可以简单的填，这样也可以。那你如果想要。感觉比较多一点，就是只乙一张，亥一张，丁一张，巳一张，哦，总共4种也可以，那基本上用这样集合在一起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说这样子的力量比这个大，不一定哦，这样其实就可以，因为最重要的点在于画符这个人他的精气神。那前面的咒语，比如说你这个还要念咒语啊，一比天南红，一比周树点，三比雄心，二刷地招千里瓦行兵哦。那你可是你就因为那个微信的老师，微信群的老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如果这个念国语，我会念不出来，啊 就不是念不出来，就是念的比较不轮转哦，比较不顺哦。啊，但是那个软体里面也都有带一下哦。
就是这个这个哦。好，这边有没有？就是要哈气，然后要念一比天下动，二比祖师建，三比凶神恶煞急走千里外，神兵火急。哦，那如果没有三个勾的，你要念天圆地方律历九章无惊吓比万鬼伏藏。哦，那因为我念都念那个。闽南话比较习惯，听完地方落地就叫我跟他平板跪哦，走哦。那这个纲也是一样，你就直接这样写就好了。如果你对咒语不熟或有压力，你有压力宁愿不要念哦，因为你念的时候代表什么？你有压力的时候，你就是啊，我不知道念对，要不要念错哦。那你这个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一比天下动，勾哦。我就这样，一笔天下动勾，我、哦、又看了一下，再勾左边念二啊，不对不对，啊昏倒了，哦，你就会产生你的那个，你的心就不静下来，哦，宁愿你不要念，就慢慢的就把它勾完哦，或者是一笔天下中，二笔祖师建，三笔凶神恶煞急走千里外，神兵火警如预应，念完了你再勾也好。哦，要不然你一勾，结果一直念错了，其实就闽南话就落惨。那你自己也会觉得啊，真不好意思哦。OK，好，这边我们带到前面的，哦，我们一直没讲。这边是乙、丙、丁，三奇咒。那你也不用担心这个，因为软件里面都有哦。这个哦，丁奇咒、乙、丙、丁哦，在这里，就这边那当然，软件如果是简体版的，这自动就会变成什么？啊，对，当然会变成简体中文哦，也不用说担心对繁体字有压力哦。那一样，你这个台语闽南话念不轮转，你就念国语无所谓哦。你就白虎蹲踞，青龙拥跃，前遮后卫，趋吉存祥，天影追随，人得洋洋。急急如天师律令赐，或急急如律令都可以哦，都 OK。所以这代表你要画乙旗的时候，你就念这句咒语。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念？我这个宫位，像刚刚那个宫位，它虽然是福音盘，但是。有乙，这时候我布局哦，不管是贴字或烧符，还是风水物品，你在布局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加念什么？乙奇咒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宫位本身就有，它的力量就会大。哦，它发挥的力量就会大。再来举例，假如出现这丁在艮宫，这边是什么？丁在艮宫是什么？入木哦，你就不用再念丁奇咒你可以用布局乙的东西改念乙奇咒。所以。乙奇咒，你可以烧乙奇符的时候念，哦，边烧边念。